噶举的意思是教授和传承。活佛击中丹白江村，以自己的智慧和造诣。信教群众来朝拜您，您。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搬迁牧场，一旦搬迁以后呢，两三个月之内我们就不会回来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向活佛一是祈求保佑，二是向活佛道别。